每句都回应，可句句都踩雷。我来介绍一下班级群守则。收到，一，不用句句回复收到。二，不要随意撤回消息。好的，不好意思。三，不用道歉，影响群内气氛。四，不要乱发表情包，以防遗漏重要消息。笑不活了，李主任，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？